这个活动的好处是大家可以跟其他环节的朋友去交流啦，第一次唱原创歌很有满足感，可以玩到自己的音乐，在音乐上面给到大家的东西都越来越丰富啦。Gloria 哥利亚，今次咧已经系第三次参加 Music is Sharing 呢个活动啦。咁俾我嘅感觉咧，每一次其实都好好嘅，因为可以喺呢一个活动里面咧，听到好多同学嘅自己原创嘅作品啦。咁透过歌曲咧，其实系可以交流到好多嘢嘅。咁我发现咧，有好多同学咧，佢唔系第一次参加嘅，可能系已经系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参加咧，系的确系见到佢哋咧进步好大啦，同埋喺音乐上面俾到大家嘅嘢咧都越嚟越丰富啦。我是楚乔，咁我系呢度嘅填词导师啦，咁都好开心可以喺度听到好多同学嘅原创作品，可以喺佢哋嘅文字入面分享佢哋嘅经历、佢哋嘅故事。希望凭住呢首歌咧写一啲抒发嘅点改变咧，咁啊周围问好多意见，但谂谂下到最后发觉，其实到最后影响自己人生嘅，其实最重要系自己。咁所以我就寫咗個歌名叫做《只有自己可以成就自己喜歡的人生》。押韻嗰度咧，押得足啲就會更加俾人感覺好專業啊，同埋會即係聽起上嚟有機會舒服啲嘅。你可能要翻嚟試幾個唔同嘅演繹嘅方法，但係要拿捏下呢只歌究竟邊一個演繹係最啱佢。咁今日就係第一次參加 Music Sharing 啦，咁我喺呢次活動裏面就獲得咗一啲作詞嘅技巧啦，老師啱啱就提及咗好多一啲押韻啊等等嘅一啲技巧要注意嘅地方啦，同埋歌詞唔好過分重複嘅地方啦，咁對於我日後可能去審核翻人哋俾我嘅詞都會有所幫助嘅。这就是一个难无语。大家好，我们是 Fox Mellows。我哋系一个嚟自伯乐音乐学院嘅学生嘅乐队啦。咁今日非常开心能够有幸受伯乐音乐学院邀请嚟呢个 Music is Sharing 去做一个表演嘉宾嘅。咁我哋今日演唱咗我哋嘅三首原创歌曲啦。咁今日阿 Mike 你有咩感受啊？當然係開心啦，因為第一次唱原創歌嘛，即係三首都係我哋嘅作品啦，咁所以就好有滿足感啦，可以玩到自己嘅音樂咁啦。今日係我第一次參加呢個 Music Sharing 啦，都幾得意同幾開心嘅。咁啊，再一次多謝伯樂音樂學院能夠帶我哋嚟到利奧坊商場呢度搞一個好開心嘅 Music Sharing 嘅活動啦。快啲嚟參加！快啲嚟參加！快啲嚟參加！快啲嚟參加 ！Music is sharing。